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ic， 然后认识罗真真，然后我们一起来到广州的时尚天河城呢，这里有一个中国街，然后来这边看一下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东西。Hello， 先洗个手呗。洗个手。对啊。先洗吧哈。爱干净嘛，毕竟是疫情的时候。对。好的好的，行，我们先转一转，大家看一下这里，走吧。先在桃花源这里先求个桃花吧。先投个桃花，桃花运吗？不是真的可以写，去哪里拿牌啊？拿什么牌？这会儿衣服。好。哦，这里还可以洗衣服啊。我先在这洗一会儿衣服吧，可能我不太常洗。以前古代的时候就是在这里洗衣服的是吧？拿个盆儿，拿个搓衣板。一点都不专业，一点都不专业。有了，还有这个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好把单面干。干净了，干净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罗真真，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芳香扑鼻，就是以前呢就会没有香水嘛，就是拿这个土豆，然后呢就放在这压压压，然后呢望梅止渴，他们也吃不饱啥的。你在编这是什么？这东西压土豆的吗？这是土豆。这是洋麦机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洋麦子用的，把麦子倒进去以后，然后从这里面分机，然后它里面就会麦子从这里面出来了，然后用桶来接。懂了吗？那这个桶为什么用拿来洗衣服啊？这个桶我怎么知道？反正就是拿着就望梅止渴啦。望梅止渴，就以前都吃不饱饭，你知道不？有道理，有道理，你说的对。对对对，你看以前的垃圾桶就知道放那个塑料袋儿。这哪里是以前的垃圾桶？这是现在的。无力吐槽了。这些嘛，就是去做娱乐，就是他们没啥事儿可以干，他们就是做陶瓷儿。哎，这里是做什么的？以前刚有笔的时候，就是开始就大家都在学画画，就是可能年轻时期吧。这样的。对的，对的。瞎说。你看以前古代就有二维码，看到没？哇！三百四十万。哇！你看古代就有就。哎呀，他直接画我，好厉害！有哎。戴墨镜干嘛？这个很好看呢、啊。还是真的。哎，不要。没有的。哦，好，这也是二十啊。这9.9，30。哎。吃腊肉吗？来，真真。真真，过来尝一尝。这个最好吃的应该是这一块吧，因为是肥瘦相间的。哦，这样的吧。肥瘦相间的会比较好吃。那你尝尝。要先煮了。我帮你把口罩拿下来。饺子，饺子应该也是粘着的，就可能是做久了它就会粘着，对，粘着就不好吃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不是？这看着很真呢、啊。哪个？假的吗？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它是真人吧？它是动吧？这是真的，就很诡异了。它会动吗？啊，我觉得很真。手吗？你看他手就是假的呀。你过去跟他握个手。不要。过去跟他握个手。那个人像鬼。你过去跟他打个招呼。打什么招呼？他待会儿打招呼，跟他哈喽一下。他待会儿真动了，把我吓死啊！
100块啊，没钱没钱，起来吧。好可怕。这是古代没有的东西吧？你看错了，这是古代没有的，那个要剪掉哦。这里还能吃火锅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真真，这是抽，就是你要先拜拜，拜拜之后呢，就对应什么签，然后对应第几签，然后去拿一个你的一个解答。那你拜一下嘛。我不知道哪拜。你找一下，随便找，随便搞一个呗。那里面有签签抽啊？有签，你看。那你拿一个签签出来看，好运好运。哎，文言文呢？什么签？36签。是什么呀？这是好还是不好？62签，看不懂啊。你是百姓吗？我肯定啊。哎呀，你看你现在小孩儿，小孩儿，你看我，你看这帮小妮子，他妮子还会给外国人介绍一下你吗？什么中国服呀，这种请的首饰。对啊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。我给大家来这个，来看一下看我。啊，看你看你。勿听 ，Don't listen。对。哦。勿视 ，Don't watch。啊 ，Don't watch。辛苦了，农民伯伯辛苦了。啊，这好多桃花呀！你在拍照。